设备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哦，首先先看这里，就是有梳子啊，还有一些女生要用的发圈，还有浴帽，然后呢这边有就是牙刷，就是备品很齐全啦，然后还有这个高级的牙膏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这边有就是 Dyson 的那个吹风机。 所以如果平常不洗头，女生来这边应该可以为了戴森洗个头吧。然后浴室一定有浴缸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卫浴用品是这个品牌的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就是因为来溪头，大家都会去爬山啊，干嘛的。 然后他们就准备就是毛巾、扇子，还有帆布袋要送给就是房客们，可以带出去使用。然后就是也可以带回家。然后这边有那个巧克力，就是特别要给房客吃的，这样总共有四个口味哦。好，这边是一二楼，就是都是一样的常青房型，其实空间很宽敞哎。然后这边呢是他们的一张双人大床。
那这个披肩就是你在户内或室外都可以使用，就是怕你们冷啦。然后每个房间一定都会有阳台，那这边是可以走出去看的，然后就会是溪头的你知道风景。对，虽然有点下雨，今天有点阴阴的，不过还是很有气氛，我觉得很棒耶，就很清幽啦。然后呢，一样就是有一个沙发，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呢？来来来，我带你们看一下，这边呢有他们的茶具，然后还有就是董事长特别为房客准备的陈年大红袍，就可以泡来喝，然后或是你要带走都可以。然后呢，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，他们有准备超多零食，就是可以给房客，就是看你们想要吃多少，把这边都吃光光也可以。然后还有那个。他们的冰箱，冰箱里面你以为只有水吗？没有，它就是有啤酒啊、可乐，还有气泡水、矿泉水，通通都有。